幻想着我活在玄宗的时代，我也看见了他。云想一场，花想一场。这幻术你怎么知道？只有猫才喜欢在屋脊上行走。你用幻术让我们看到的是极乐之夜。从宫里到胡玉楼，妖猫一路都在隐匿寻找贵妃死亡的真相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因为三十年过去了，仍然心系贵妃的只有你。我是为他不平，大唐陨落不是他的错，所以我要做一件连李隆基都做不到的事。让他明天就离开长安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没有人愿意背负杀死贵妃的罪名，连皇帝也不愿意。是谁打开了石门？真相还得回到猫身上找。